逗你，就你叫乌鸦呀？学的还学的是 Q， 还敢学 Q？ 我不跳你吗，小伙子？出招吧！猴哥号卖我了，那哪好意思呢？咱俩就别说卖了，我送给你，行不行？当然，前提你得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粉丝儿啊。那万一你是我的黑粉过来还占我便宜，那不完了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跳错了。你怎么证明一下？严阵以待。躺下让他 A。蓝枪啊！一技能开起来，跳下来晕点烟，平 A， 平 A， 我们这波应该是死了吧？这蓝枪有点幼啊，没太打动。薛微是有点幼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走可以走，但我觉得吧，没啥必要。尝试一下能不能锤他死，锤不死拉倒吧。我感觉他这血量他 Q 还放空了差不多，但我打的身上好像确实有点幼，有点没太打动。学个三级 Q 啊，把 Q 技能吸地降低一点，这样我们打这乌鸦好打。哎，假如说乌鸦E着我了，然后我开E了，他还能吸我不？好像不能吸了吧？严阵以待。谢谢叶舞。还能吸，那有点 bug 呀。你说你玩个乌鸦也不压人，玩他干啥呢？下把我来个乌鸦，技能也不用。我是真是不太清楚这乌鸦到底要干哈，真的。他一个刀他也不补，那塔下那么多兵他不补刀，他跑过来一直 A 我，我都不知道他 A 我干哈。至少他打我，他刚才十几刀，十六刀吧，他就补了三个兵，这小子这波一共补了仨兵，不知道要干哈。十六变十九，杀我呗，那他能杀吗？他杀我那肯定他赚，那他没杀我你知道他有多亏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先把这蓝枪杀了啊，因为蓝枪没有闪现，这乌鸦应该杀不了。不行，杀不掉。
我而且我没六，我差一个经验六，一个小兵的经验。河蟹咱不收了，回上路收兵呢。乌鸦是有闪的，不好杀。要杀就杀蓝枪，刚才。谁打波扣了？谁敢打波扣？我看看，居然有人敢打波扣！还行，乌鸦没蹭着助攻。我还纳闷他怎么跑中路去了呢？哎呀吧，可劲儿 A 啊！你说你俩打得过我吗？确实是打得过我的啊！你给我咬死他！漂亮，这蓝枪可挺烦人呐。我开大强杀乌鸦不是不能双杀了吗？我寻思这波拿个双杀，我没寻思蓝枪能给我打死，不应该把我打死。别怕，怕什么玩意儿呢？我马上到。那连蓝都没有，打！那是个屁呀！这亚索咋的？这亚索还这蓝枪啊？啊，这么不怕死啊？那乌鸦有蓝吗？快把蓝枪杀了！算了，我溜了。漂亮！哎呦，我这腰筋儿，我看我短还是长？有点短。把他们也算上。吃他两层塔皮。四个塔皮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大招开的这么快吗？这要崩死我！天，赶紧拆塔啊！这峡谷先锋放了的话，能拆多快拆多快，因为你拆的越快，峡谷先锋一个创，他就能创的血越多。着急了，其实慢点放，直接一血塔没了，一血塔一没，我直接无敌了。重锤开一晕，锤锤。闪现，哟，你也有闪啊？溜了。
哎，他闪现怎么能跟我闪现一块儿好的呢？还是他一直没放呢？他应该一直没放，我觉得。算了，还是来这个吧。继续我们上路收兵。严阵以待。武器大师就不要经常去砍客了，这跟猴不太一样。万一我没捡着。哎，这波就亏了。三级 Q 就得负 W 了，现在的武器大师不能主 Q， 主 Q 伤害太低了。我试过主 Q 的，那虚区低的不行。吃他个蛤蟆！现在这乌鸦收兵都费劲，他蓝不够用啊，他还出这玩意儿了，还炸血劈你，出这么个破玩意儿了。来呀、啊！可以打。二打三呢？你俩要？你俩要二打三？我是没想到的啊！我这不拿蓝 buff 了吗？打个蓝 buff， 蓝枪不在，你抢我蓝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 ADC 一个人找我单挑，哎，我说实话，你要是个蓝枪也就算了，你还是个卡莎，我敲你打的，你有脾气呀、啊？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我们死不了。狂妄了一波，快跑！我刚才以为那卡莎旁边可能有个乌鸦，完我一看没有，哎，我就奇了个怪了就。这蓝枪不来找我来了，他怎么不找我呢？嗯，他为什么不找我？这蓝枪，乌鸦去了呀，乌鸦。嗯，没事，我在这拆呢。放心吧，有你们一波死亡，就有对面一波防御塔没。
有对面一波小龙，就有一波对面高地。我就是拆塔达人，武器大师。先杀亚索来，还挺秀。你还别说，还挺秀。那乌鸦打我打两套蓝没了，蓝打没了。我先把这蟹打了，吸点血，然后我们再打个峡谷先锋。开中啊，你这跟我抢啥呀，这有啥好抢的呀。没想到吧，不管，与我无关。与我无关，不管，打团，使劲打。直接爆炸，对面直接崩盘了，知道吧？两路没了，基地快没了，快爆炸了，我们溜了。这波没蓝了，撤！你们再打团啊！我看你还打不打？我给你基地给你拆了。回家了，下路一塔怎么还没掉呢？怎么回事的下路？我直接来个蟹手，不得，我来个这个，不得，我来个攻速海，我看谁敢不守我啊！今天我的攻速就是这么的快。你们打吧啊，你们打吧，我就不打了，我去下路拆塔了。你以为我还是一开始那个武器大师吗，小伙子？我可是拆了你们家六座塔的男人，七座塔。直接拆，我都不管他。既然妖精要把他杀了，那我们就把他杀了。乌鸦来了，吃个药。乌鸦一个人来了，一个人要守我们五个人的塔呗，来吧，乌鸦。真惨，我要给你写个惨字。
把小龙拿了吧，你们家里不要了是吧？这蓝枪真有意思。应该死不了，没事，继续拆。回家，这波来个蟹手啊！去打大龙吗？这回应该去打大龙了。蟹手其实也可以不要，我来个蓝盾吧。我也没出，我现在出啥其实都无敌，我出什么都狠。我们随便出，我们出个帽子都行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那就出个帽子吧，可以出帽子。追我，再见。追我就丢大龙，追吧。无限亏，对面每一波都是亏的。我看你能不能清得过这兵。日女要打我，要大我，追，对对，追，来追，对追，哎对追追，哎对了，追，哎追，对，哎追，哎追，对追，基地爆炸了，我跟你说，追，来追，使劲追，来。追，使劲追，死了，我操，点烟不讲武德，出个帽子，但是我现在钱不够，那就先出一个小锤子吧。其实我有感觉到那日女可能有点严，好久没放了，但我也想上去尝试一手，没想到尝试死了，家都不要，基地都不要，就追，就硬追，就一直追。我怎么不还手啊？我还手我不死了吗？我不还手，那能还手吗？他追我就跑，指不定那卡莎有个闪什么的。哎呀，我想想算了。别着急啊，这波我决定跟队友去打团战。四打五果然还是不行啊，先把这亚索给我杀了，蓝盾减速，我重锤，追，再追，
这什么游戏呀、啊？这是天天来找茬。